整个很像珍珠米这样子的，它会闪闪在你的嘴里这样子的感觉的。哦，我的美吗？美吗？最近日本水果则是在星际水果这里疯狂到夸张啊！从之前的蜜瓜、草莓，现在就是要疯狂什么的时候。富裕哥也是疯过、然后那个梨，那个梨也是疯狂，王秋梨全部吃了都回来。这一次呢，疯狂完草莓之后，下一个就是疯狂这个柑呐、啊。哦耶，这个是其实哈、哦，我们真正第一次吃日本的水果啦。怎么？我们度蜜月时。啊，我们度蜜月时，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是这个，那时候这个柑皮，那时候的体验哦。开锅意想不到了，因为那时候在市场价在那边、在日本东京那边卖着一粒两千元，那时候其实我们很穷的，还没有开始经济水果、我们是 budget travel 的那种、真的是 economy 到不能再 economy 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富二代好吗，一出生哇就有这么多草莓日本的，或者就会吃这么多、我们是很努力的人来的、其实也不是讲什么，我们就跟着那个 flow 咯，因为我们做着我们喜欢做的东西嘛，所以就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就觉得开心就好，吃得开心就好。这次要讲的是干皮，干瓶，干瓶啊，干贝，干贝。然后我们有时候下单的时候，跟我们的员工讲，干杯干杯嘛的哈，干冰。他们会听到干冰或者干杯，就是他们熟悉的语言，干冰。因为或者华人会听到啊，贡鱼区干杯。然后这个有两个 size 哦，它是竖的哦，那看这里啦，这里有两个 size， 一个干杯哦，它的品种竖的 3L， 还有一个 2L 的。2L 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12粒装， 3L 就是有10粒装这样子咯。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在日本筛选回来的水果，都是我们自家进口的。然后怎样证明呢？就是每一个进口呢都是有我们 MBG 我们这里的一个认证的，就也是还有原来一个 label 啦、那个 not important 还有真正是日本运过来的这样子咯。好，谢谢你。那然后呢，再三强调很重要。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们没有经过任何中间人，是直接对 JA OK。 那、我们都是跟日本要求是一级的等货的，我们都是要 premium 到还要再 premium 的，不要 normal 也不要叉叉，也不要good quality， 我们要 high quality。 那这里呢大家看到了刚才我说到的十粒跟十二粒，然后呢它有这个贴纸是要自己贴的，通常我们整合的话是直接全部给你自己的、有时间我们就把你贴，没有时间我才会不贴、除非你讲要送你的我们一定会贴、这样子哦。看每一粒呢都是很扎实的感觉，要看它这样小小粒 丢你都会觉得痛哦。然后呢如果你看它的说明书呢，还有说明书夸张哦，哇，它的果肉跟那个皮是这么薄，而且呢它是不粘皮的，表示说它的衣跟果肉跟皮是可以分开的。然后它的皮真的是那种有一点像我们女孩子要卸妆啊还是要洗脸那种感觉，真的会洗得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在日本哦，出名的柑并不多，其实说到来哦，不像草莓，草莓出名有超过20-30种，日本的柑出名是不超过10种的。你闻到香味吗？哇，夸张的味，真的是很夸张的，这样快就切了，看到吗？就是啦，撕那个柑呐，它的皮。那，是不是跟那个照片一样呢？一模一样的。那照片。这就是它没有 illustration purpose 的。跟照片一模一样的。跟照片一模一样。那照片是这样，这样子啊，你们看呢、一二三，哇，好美哦，这个橘子，你们看，看这个，哇，好 sexy 哦，你看它皮肤几滑，哇，你看它的果壳都是很明显的，一粒粒的，一粒粒。
我一开始第一次吃到这个高级感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场吓到，很好吃，因为它跟我们平时吃的感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体验来的。它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跟我们吃寿司那种感觉，那个一粒粒的，哦，那个鱼蛋啊，那个salmon roll 啊。伊古拉，伊古拉，那个鱼的蛋啊！伊古拉，我女儿叫它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橙色那个。我女儿叫它噗噗，因为咬下去咬下去爆爆爆的。然后它每一粒是不是真的很像珍珠米这样子的？它会闪闪在你的嘴里这样子的感觉的，它会这样子闪在你嘴里。哇，一粒粒的粒粒皆分明，而且是 very juicy， 它不是干水的哦。你咬下去就有这种感觉哦，它一点都不会干哦，哇，很重的甘味哦。它比起之前我们那个 Benny 哦， Benny 它是比较 jolly type， 然后这一个它是比较 mandarin type， 它很香哦。哇，你看它的果肉是散的直接，然后咬下去它每一颗那个果肉那个汁会包软出来，就好像你吃那个鱼蛋这样。而且它的肉啊，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哦，我们吃到的是葡萄味。是哦，有，也有这么葡萄味，这样神奇哦。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葡萄味。我们回来订的时候没有了。回来订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了，那个葡萄味。我每一年都订这个回来，就是要为了吃回那个葡萄味。今年没有呗。今年也是没有，去年更惨了。去年完全没有味。今年一来直接酸的。直接没有味道了，今年的属于很好的状态。不过它来到有点甜了。我要坚持遇到我那个葡萄味。不，这个真的很好吃耶。OK 咯，安慰我一下我的这个创伤的心灵。我坚持了五年了，这个东西每一年都订来吃了这个。好吃。哇，这个是日本里面柑橘类里面的一个王牌来的，它是很高级的一个 level 来的。这个越吃越好吃，它是很好吃的。这个越吃越好吃耶，因为它有那个蜜糖香味耶，还有那个蜂蜜味，还有那个蜂蜜味。我最喜欢吃它下去的时候是有那个鱼蛋，而且一拔它就开了，是这么干净哦。Less fiber, no fiber, 哇。而且没有种子哎，哦，对，我没有种子哎，它有蜂蜜味哦，好好吃哦，来，给你们闻一下，一二三，深呼吸，啊，然后，来，请你吃一口啊，很坏哦，我们，好好吃哦，这个真的，这个是来自哪里的呢？诶，黑妹啊。诶，黑妹的干配，好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咯。拜拜。拜拜。